游戏怪谈之井下的怪声。游戏材料中大部分墙、地板、天花板都可以破坏，而在意大利别墅的地图中，我们可以找到一口被封闭的古井，铁制的井盖上还用木条封着，好像在压着什么东西。如果我们朝着井盖开枪，无法破坏这口井，除了能听到子弹的声音以外，还能听到一个神秘的叫声。没有人知道这井下究竟藏着什么，这神秘的怪声又是出自何物呢？而在运河地图中也有一个集装箱，向它扔雷或者开炮，同样无法破坏，却能听到呼喊声。那又是谁在这集装箱里呢？至今为止，这都是游戏中的未解之谜。